的夏天，我的幸福从天而降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鹤棣，在剧中饰演道明寺。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嘛？大家好，我是沈月，在剧中饰演山菜。我懂山菜才不是好欺负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关宏，我在剧中饰演花泽类。当你想哭的时候，就倒立，这样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希泽，在剧中饰演西门燕。我的爱情都是一期一会。大家好，我是梁靖康，在剧中饰演美作。有我在，你就不会惊。青春气息扑鼻啊，每个人都是颜值担当。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流星花园这个剧呢，7月9号要在我们台的青春进行时剧场播出啦。首先来跟月月聊一下，之前在我们台好像还当过实习生。我做的是宣传，然后就是在底下给大家拍拍花絮啊什么的。那这次又回来有什么感觉？就还是想在底下拍花絮，对不对？台上也不错，也是回到自己的岗位，回到自己这个出发的地方。大家如果希望自己的未来像月月一样啊，也可以到我们这个湖南台来做、这个、多实习实习。哎，